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，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，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，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折，世界向何处去？和平还是战争？发展还是衰退？开放还是封闭？合作还是对抗？我是多次讲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呢。历史长河，时而风平浪静，时而波涛汹涌，但总会奔涌向前。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但开放发展的历史大势不会变，携手合作共赢挑战的愿望也不会变。我们要不为浮云遮望眼，准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，不为一时一事所惑，不为风险所惧，勇敢面对挑战，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前行。